娘子，本衙内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娘子要来静心庵修身养性，我便让老爹照着样子盖了一座静心庵。我老爹有的是银子，这样我便能与娘子同修佛缘。 女儿，快跑！啊！女儿，快跑！啊！畜生！ 兔崽子们，给我冲！愚蠢的武夫！ 梁伯侯就是个疯子，他想当大将军，想的都失心疯。至少他还有念想。大人也曾说过，有念想便有转机。可这里是牢城营，不是做梦的地方。倘若连自身几斤几两都掂量不清，那就是白日做梦。